我们上海普通川钢有限公司今年是第15个年头参加法兰克福展，我们的自主国际市场是伴随着中国加入 WTO 同步开始的。当法兰克福展来到中国，我们就参加了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，同时我们迅速扩大了我们的业务范围。伴随着客户的增加，客户需求多样性的增加，早在十年前我们就做到了上千个品种，现在更是达到了几万个型号的适配。随着多年的发展，我们还扩大了我们横向的传感器范围。我们经过十几年的发展，从单一的生产氧传感器成长为全世界汽配领域客户供应以氧传感器、磁性传感器为核心的超过15个大类的各种汽车传感器的专业企业。随着电动车自动驾驶的兴起，我们密切地关注汽车自动驾驶以来车联网的一些传感器的需求，这将是我们下一步的发展方向。法兰克福上海展为我们提供了展示我们产品的平台，它拉近了我们与世界各国的有效距离。我们要感谢世界各国客户对我们产品的信任和青睐，这是我们20年来发展的动力源泉。我们认为随着法兰克福展进入中国，经过了15年的快速发展，已经成为全球汽车零部件规模最大的展会，而且在国内的汽车零部件售后领域展会中也是最专业的展会。法兰克福上海展给我们带来了地缘便利的优势，也给我们提供了了解国际市场的好机会，同时有机会了解世界领域先进公司、高新技术和最新的成果。